适用于 KTV、网咖、饭店。嗯，避安住。它写防治蚊子哎、欸。啊？所以如果我旁边很多蚊子，我喷了就不会有蚊子了吗？你拿来喷你身体？不是，不是啊，它是杀虫剂耶。对啊，所以如果我就是在外面飞，然后我就这样地板画一整圈，然后我旁边就不会有蚊子，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有那么厉害？可能是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应该不是吧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应该还不错用哎。如果是这样，大家都买这个啦。没有，可能我自己会死掉啊！我又不先把自己灭掉了。